我之前住伫市内啦，啊，就是户数不，住户如果品质不同意的时候，问题足侪啦，歪收位啊啦，啥物啊那啊那啊，然后问题有够侪啦。较认真趁钱的啦，侬嘛有较好。你看我，你看我一高二，我一高二出来，我啥拢无，我就走边啊行哩啦。你就像我了后头甲你讲的，时间抓较长一丝啊，时间抓较长一丝啊，都有啊。这间是当然是预设好的一个视听室啦，视听室你晓无？这是单桌的碰椅啦，然后这只是这只是上大只的电视。我跟你讲，这只不是投影机哦，这是电视机哦。我去只电视几寸，200，200倍，220寸啊！这只大号加三只，我再郭台铭一只，啊，一只就我只啦。当然是讲这只荧幕哦，加荧幕哦，无包括音响哦，无包括这六百荧幕就260几万啦。我已经拿高薪就260几万啦。啊，这我小视听室啊，啊，这我的东西，我到按摩椅更一只啦，篮球机啊，啊，什么飞镖机啊。啊！即咱咧美国迄个主啊台啊，来拍主啊，独独独个主啊台。啊！即只是阮某去个啥？阮某去个大卖场啊，讲大卖场啊唱 KTV 真趣味啊。啊！就讲这细只较好耍，就买只细只，当来咧唱 KTV 啊。即我即闲咧才看有啦，即电动玩具啦，你即闲咧拢看无啊啦。即你拢我个老妹啊，但是我无咧关啦。即你专门拢是我个老妹个物件。这是阮家客厅啦，啊，这面顶有一个投影机啦，这只客厅足大间个有无？这客厅统一足大座个啊，这只客厅其实无你坐伫遮啦，这个客厅当时设计就是用来看投影机个啦，啊，真正看电视是只看啦。啊，阮查某囝、阮某看电视是只头看啦。阮家拢铺地毯啦，我习惯铺地毯啦，啊，阮家无地毯所在就是玄关啦，这是阮大门个玄关嘛，入来所在过来餐厅啦，这是阮个餐厅啦，拢做隐藏室啦，啊，所以后设计师就物件就变啊变安尼啦。后期这内底是冰箱啦，啊，然后阮家阿冰饮料啦，你看阮某有咧煮饭无？你就知影，啊，你看着阮家最厉害哦，这都冰饮料啦，啊，这边哦 seven 的啦，即有装顿 seven 的，什么水饺啦、煎饺啦、沙拉啦 ，seven 的热狗啦、香肠啦，哇，拢 seven 啊凉的啦，不，阮家无咧煮饭啦，啊，我有收集鞋啊习惯，你捌看过我鞋啊无？那你看我鞋啊？我你看我，唔好看我穿拖鞋，我鞋足济鞋。你虽然看我穿拖鞋，但我鞋足济，这是我的乌色鞋啊。这面顶是袜啊，啊，这规是我的拖鞋，我了，这规是我的白色的便鞋啦。我无啥穿鞋啊啦，啊，就爱买啊，你呢？无啥穿啊。这个拄下底客厅无？啊，这水池啊，饲鱼啊啦，我无做游泳池啦。这阮囝的车库啦，伊的车，伊甲阮查某囝的车啦。明天还有一个高尔夫球场，是我咧拍球在用的高尔夫球场。啊，这是阮的烤肉区啦。这球啊，一挂奇怪球啊有啊，这拢设计师啦。你看一般人哪有时间找这球啊？这叫什么非洲生命树啦？就一碗足大碗的有无？啊，遐啊是树啊呢。这是我的卧室啦，我的卧室。这间我的更衣室啦。你看我的衫哦，唔是白就是黑的，真好笑吼、哦。阮家的别墅，这阮太太的啦，阮伴娘的，这边是阮伴娘的化妆台。啊娘的，走人就是安尼啦。啊娘的，物件囥安尼啦，惊死人啊，这就走人啦。啊，这阮伴娘的浴室啊，阮伴娘家己的浴室，阮的浴室甲迄落啥，淋浴间甲迄落洗手台甲马桶是分开的啦，就是男主人、女主人是分开的。别墅有够大间嘛，就分开。啊，这是阮伴娘的，啊，中间一个泡澡池嘛。啊，这间这边才是我的啦，这边就是我的。啊，娘，你看十步路偌简单就好啊，你来看袂？遐简单着，你看桌顶啥拢无，一个刮胡刀尔无？